然后吼，即个拜五，我伫头头甲大家解说吼，咱每一届拢差不多安尼吼，拜五的时阵人拢较少，因为拜六要去上班嘛。啊，所以下坡迄、那个下班以后吼，才为中南部啦，为台东花莲安时咧，才可能三更半暝。啊，所以拢三更半暝吼，拢足侪人伫 check in 啦。吼啊啊，迄、那个明仔载去吼，香港伊讲我值班咧，足侪人。啊，甲明仔载，即、這個、后日的时阵吼。差不多才拢坐不满，啊！但这边吼、哦、有较特别，安那呢？因为咱十二月二十要去日本，去日本几个人呢？150个呢？日本爱钱呢？开家己爱开钱呢？150个啦！啊，即马150个去到日本的时阵吼、哦，落飞机哦，你知影偌济人伫遐咧等无？400个。400个日本人伫遐咧等，所以你甲想讲，即边台湾民政府即个团去日本，咱去日本是要创啥？人感觉真奇怪。啊，过去台湾，即个要主张台湾独立、台湾建国的即个学者拢讲，台湾独立、台湾自治，无讲自治啦，台湾独立、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迄款的，台湾要独立啊！问题是讲，台湾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就是台湾要向对一个所在要甲独立出来。大家去想这个问题无？台湾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啊，你讲啊，台湾都唔免讲宣布独立啊，啊，就独立就家己独立啊。敢那恁后生要结婚唔免家己问，家己外口去结婚，外口结婚还阁会使呢？伊公证结婚啊。问题是你台湾若真正要独立，要去对公正讲，我都已经独立啊！哎，向全世界大人讲，我要独立啊！哎，咩独立？个你，你伫厝里你就知影嘛。你的查甫囝，你的后生还是查某囝，要结婚，我看大部分呐、啊，80%-90%一爱问你的意见呐、啊。你会当甲同意，哎，会当甲无甲同意啊？啊，同款的情形，台湾敢若话要独立，啊，要向啥物人宣布独立？你这问题袂歹呢吼，我来请教各位吼，我拜托大家目睭起起，莫看别人啦嘿，较公道嘞啦嘿，目睭起起，你目睭看我，我就看到你的，目睭起起，用牙笑的吼。台湾要宣布独立，啊，台湾要建国，啊，要向啥物人宣布独立？第一。向中国宣布独立的，请你举手。要向美国宣布独立的，请你举手。要向日本宣布独立的，请你举手。哦，啊，目睭闭起来。这真趣味的问题呢，吼。敢那，即马大家受问者的人吼，会晓讲。我都不是你中国的一部分，当然我不用向中国宣布独立嘛，这是完全正确。啊，现在日本跟美国这问题呢，台湾这个土地到底谁的啦？什么人的，你才能够宣布独立嘛？对不对？你想说谁的？现在有人说日本的，有人说美国的哦，差不多美国也很多人家手，还有的压两次哦。来，这个问题趣味呢哦。你若讲台湾是美国的，谁来美国的？各位，讲美国的嘛，小可有道理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什么人轰炸台湾？美国嘛。在座你也要讲美国呢。但是我去南部，去宜兰，去坐计程车，一挂计程车司机讲啊偌大声，哦，我爱台湾，我这个马英九爱害死，啊，马英九安那安那，讲几波。我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有参加战争无？哦，想够久啦！我阿先卖问这个问题啦。什么人来轰炸台湾？日本，足大声讲嘞！我日本，你想我听哦？有啊，8年抗战呐、啊。要求你看这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教育对台湾的影响看偌深着哦，卖讲遐啦。
两个月前，我甲十二个博士生啊座谈会，我甲伊问啦：二次世界大战谁轰炸台湾？七个查某囡仔甲你举手讲哦，日本。各位，日本敢有轰炸台湾？迄个时阵，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日本的啊，哪有可能伊家己拍家己？什么人甲咱轰炸？是美国的。美国美籍教，我相信若比咱年纪较大个，你甲问看卖啊，拢讲你走美籍教，走空袭有无？是美国来轰炸台湾，啊，敢有其他国家人民内底？中华民国中国人敢有甲你来拍台湾有无？没有呢，迄阵你已经予日本拍甲四川去啊，你要死啊呢？好佳哉，美国迄两粒原子弹甲伊救着咧，啊无死，安尼伊是战败国的战胜国，即咱个贵博士发明的。哎，有影呢？战败国的战胜国咧，啊，即去予中国拍甲密密麻麻，哎。啊！香港迄两粒原子弹，甲牵落去，讲八月十五宣布，即八月初六甲初九啊，原子弹甲弄落了。八月十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安尼伊讲变成战胜国。所以中华民国是足袂见笑呢，伊是战败国的战胜国。啊，但是建业就算建业啦。啊，咱台湾是予美国轰炸，所以。会记得我要讲的话，这句哦，今日到今日为止，美国人心内足恨咱台湾人，因为咱台湾人伫迄个时阵，1941年12月初七，甲1945年8月15日这个中间，美国人是非常非常的气台湾人，一直到今日无改变。这就是你今日会当来了解讲，为什么美国的足济政策对台湾这么歹？美国不是对咱台湾人好呢？美国是对什么人好？中国人。台湾迄个时阵是甲伊敌对呢，这个敌对的情形到今日为止还没有改变。台湾既然是战败国。你就不应该享受战胜国的待遇。问题是，咱的老爸老母，目睭拢大部分拢近视啦。是安怎的近视？因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了后一礼拜，拄啊头前的一礼拜啊，台湾人定个拢烦恼，尤其迄个时阵，学生囡仔。对日本人嘛是哭呢，哦，害啦，战败啦，美国若登陆了一个地哦，会台啦，会强奸啦，会将台湾密密麻麻建个密密麻，因为伫迄个时阵，1945年要战争结束的以前，日本派关东军两个上界强的两个师的部队派来台湾，要做啥？要甲美军啊决战，但是。美国战略上已跳过台湾去攻琉球，1945年4月1日去攻琉球了。琉球甲台湾迄当阵来讲是日本的第十方面军呢，日本的军队吼，伊是该叫做第十方面军呐。啊，这个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官什么人？安藤利吉，19人的台湾总督。所以这个里面、哦、你若真应该研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台湾人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啦、啊、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说台湾人英语很老吗我跟你说一塌糊涂都不老啦怎么说不老含翻译都不会我如果跟你说翻译不会你没人不爱信哦，那些外国我都很好说话啊嘿，足够读册，拢足够讲话啊！啊，因迄个成绩真好，拢台大啦、哈佛的啊！我甲你讲，因的英语拢袂晓翻译。
上个简单的旧金山和平条约都袂晓翻啊！我若甲你讲袂晓翻哦，你无一定无一定袂相信哦。但是我讲几个例互你听啊。今日有人摕这个 AIT 啊的网站啊网站啊，讲啊你甲看《台湾关系法》内底有一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台湾关系法。The people on Taiwan 要翻译做汉文的时候，要翻译啥？翻译啥？假如我无读做英文呐、啊、，The people on Taiwan 叫啥？台湾人对不对？对不对？对嘛吼、哦？但是上海公布，1972年2月28号，跟1981年817公报，1979年的迄个建交公报。上面来写来底所写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汉文的时候嘛，啥台湾人？奇怪呢。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嘛翻译做台湾人。啊，美国那遐笨蛋，啊，你都 off 还是 on， 你都写紧一个就好嘛。各位，美国一家啦。The people of Taiwan， 这叫啥？本土台湾人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啊，那 The People on Taiwan 叫啥？在台湾居住的人。啊，在台湾居住的人包括啥？包括1949年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含咱本土台湾人，这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两种无同款的人。但是呢，予咱遮个读册人也好，还是美国国务院超工要甲你模糊，甲你讲者。但是，若对咱读法律的，我读战前法嘞，迄就袂当予伊凊彩安尼。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 The people of Taiwan，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 The people on Taiwan。伫战前法内底讲法是截然不同，美国不能打混啊。你阁请讲，即马现主席中华民国参加所有的外交，伊讲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有够简单嘛 ？Chinese Taipei 翻作汉文叫啥？中华台北，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中国台北，请问各位，中国台北对不对？对，你举手。中华台北对的，请你举手。我都没人家去想啊，这是台湾人的本性啊，这叫死鬼派。就是讲看别人安怎，所以我讲哦，去目睭爱起起来，你若目睭无起，拢不爱改，拢不爱牙啦。啊，若目睭起，你会牙啦。我跟你讲 ，The people of Tai， 哎，不是 The Chinese Taipei 啊，不是中国台北，也不是中华台北。两个都错，为什么 ？Chinese Taipei 啊，的英译全文叫啥 ？Chinese 中国 exile exil 流亡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你讲你学别讲，啊，我摕嚟给你看，哎、啊，唔是我讲的哦。你拿迄个 Google 吼，还是雅虎去个 research 去个看卖啊 ？Chinese Taipei 以前有人用这款的话无？有。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因为德国给占领，流亡去英国，伊个名叫啥 ？French London。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比利时。同样流亡在伦敦 French Abilities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 Korea 上海 Korea Exile Government in 上海，国家的名字头前后面用城市，因为流亡政府只能用一个城市为名啦，
所以请你台北全世界拢知影，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治理台北啦。这样我爱甲你讲，即读英语的，即学者，即博士，唔知博几多，我看无咧。蔡英文，咱这个理论，伫五年前咱就开始咧讲啊，一直到今年年底，蔡英文出来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有无？有无？后壁迄句话伊无讲啊。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这国际法规定，就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流亡政府啥那那袂当就地合法？你今日走来伫台北，你要就地合法，歹势，你都要返去南京，你中华民国才会成立啊。你若无返去南京，你就是爱走去金门妈祖。所以伫今年年初 ，AIT 甲你宣布，金门妈祖是你中国的，这是你创啥？你替咱台湾民政府后壁路，你替咱安排啦。因为国贵，咱要要求中华民国，你去金门妈祖，台湾爱好台湾民政府来接掌管辖权。美国有你跟咱斗相共无？100%有啊！你看对，其实你甲看现主席即个现在啊，即款的状况，你就会当来了解。美国实在是做甲要死呢，但是哦，台湾人袂晓看呢。是安那美国有即个权利来讲，是安那咧美国爱帮忙台湾，甲应该，法国奈歹来帮忙台湾。德国哪会来帮忙台湾？为什么？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讲的啦。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讲啥？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这个主要这两字在顶管哦，有主要就有啥？就有次要，对不对？就是讲。依照战争法内底有规定的，我若是主要的占领权国，我无要去，我无要甲你占领，直接甲你占领，我会当委托别人来甲你占领。中华民国就是受美国的委托来伫台湾占领，那证明讲是美国甲伊委托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来台湾占领，有。1945年9月7日，一般命令第一号，一般命令第一号，麦克阿瑟，伫杜鲁门总统签了字以后，正式发布讲，蒋介石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发布以后。单于伫10月7日啊来台湾，来台湾，你甲看伊，迄、那个接受迄个投降典礼时阵啊，伊迄、那个礼堂的顶冠写啥？挂了着四支的旗啊，美国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国旗、苏联的国旗、甲英国的国旗。啊，你讲唐蒙国欠一个呢？法国有无？无法国个，啥物也无，因为法国伫迄个时阵，流亡政府伫伦敦，落尾啊，伫美国甲英国甲帮忙，才来伊个流亡政府啊，才来号召法国人个部队啊，入去占领这个德国。啊，入去占领是毋是伊个部队呢？是美国个。军队甲英国的军队占领了后，才挂一块土地讲：“来来来，法国来来来，才予你占领。”安尼啊，苏联啊，英国、法国、美国四个国家联合去占领这个叫做德国。啊，因为占领以后啊，我讲一个例予你听：四个国家来占领，对一个国家叫做主要占领权国。主要占领全国，刚才才一个而已，
袂使讲有两个，一定是一个，因为战争我咧有写啊，所以迄当阵你若阵有去看电影，你有注意哦。英国甲美国，咪即个苏联啊，苏联含美国两个部队去抢，什么人大声入去德国的柏林？什么人先搞？先搞迄个国家，会变做主要占领全国啦。所以伫1970年的时阵啊，荷兰呐、啊、一架飞机啊劫机降落伫柏林，啊，即马降落以后，哦，占领军伊就爱做一个军事审判，啊，这个军事审判要叫什么人来做头？爱叫主要占领全国来做头。所以这个四个国家，什么人去做头？美国，因为美国伫迄个时阵第一个部队入去伫柏林，所以伊叫主要占领全国。伊伫军事审判的时阵，伊做头，然后也叫三个国家来做陪审。这是主要占领全国。即马今日中华民国伫台湾，是因为1945年9月2号一般命令第一号麦克阿瑟所签温准，伊来接受日本的投降。日本的投降以后，中华民国刷的是伫台湾占领，所以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竟然甲你宣布讲。叫做光复节。台湾本身，坦白有讲，台湾本身伫第二世界的人是建呀建树，建树啊，啊你建树哪有光复？这是第一个天下，去欺骗社会、欺骗国际的大谎言呐、啊。所以1945年10月25号，唔是台湾的光复节啦，迄天又叫什么节？嘛唔是这独派讲什么？中战，拍谁啊？不叫中战了、啊。10月25号，迄天叫做占领日，叫做中华民国占台湾这块土地占领日的。啊，什么时阵才是中战？听清楚，这足要紧的呢。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才是叫做中战，迄天才战争开始停啊啦，战争结束啊啦。啊，那和平条约还没有生效啊，无叫做中战啊，还在战争之中啊。所以日本甲苏联，苏联旧金山和平条约伊无签呢，啊无签，所以今日伫法律上，日本甲苏联还阁是啥战争中呢？战争中的，所以苏联今日去占日本的四个岛，北方四岛，迄种的占领叫做啥？友谊期 ，friend， 友谊期的占领呢？所以各位，这是战争话题非常清楚呢，但是一般人无简单了解。这就是今日台湾地位啊，一直咧讲袂清。其实你若在上课，你马上就清楚。我阁甲你讲，台湾这个土地谁的？日本的，无唔对啦，日本的，但是理由咧，理由呢？我、哦、你讲袂当讲，哎、欸，这间厝谁的？这间厝我的，人讲啊，理由咧？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无唔对，你来听一半尔呢？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没有错啦，理由伫倒？我往厝啦。厝就是爱找所有权状互看嘛，我所有权证摕落去看，讲哎、欸，我的所有权证伫遮啦，即是我的。你讲日本的吼，其实不对的，爱讲日本天皇的啦。哎、欸，日本跟日本天皇是不一样的。日本这个国家是二元的国家呢，什么叫二元？两块呢？迄两块唔对啊，我是听人讲两块，二元就是讲哦。伊有两个元首，等于是两个元首，两个不同的制度。天皇，这四块大块土地拢我的。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这四块大地土地拢我的。琉球嘛是我的，台湾嘛是我的。啊，台湾是为谁来的？1895年4月17日，
马关条约、下关条约了。来，你甲看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伊讲啥？你甲看哦。头前写甲遮清楚，你有看无？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订立合约。你有看吼、哦？第二条 ，A 二，台湾专岛甲所有附属各岛屿，第三澎湖列岛。问题是这样呢？什么叫做台湾所有附属各岛屿？1895年4月17日割让，1985年的这个6月7日高挂，一对高挂，在家人的外号日本的横滨湾顶端高挂。这个高挂创啥？点高啦！附属岛屿有几个岛？一个算，包括钓鱼台啦，先卡久啦。钓鱼台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啦，啊，这个、附属岛屿伫1895年4月17日签，伫5月7日生效，6月7日交割，拢总是属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所有。为迄种开始，这些土地拢是皇帝的啦，日本天皇的啦。这是各位你的观念吼，唔通用中华民国所读的迄个册，放在你的个，迄个册要摕去边啊去。皇帝有这个土地，啊，皇帝伊是变哪管，伊无多管啊，所以伊都爱组织政府，啊，这政府是安那组织？伊嘛是伊有一个明治宪法，有以前叫做贵族院，个众议院。贵族院就是大部分拢是皇亲国戚，众议院是用人民选起来，为家内底去选起什么人来做首相，啊，这个首相才去皇宫，甲皇帝报告讲报告，即马即个参议员、众议员选我做首相，啊，你皇帝唔到允准无？啊，你若允准？啊！你给伊点一个头，这款的典礼哦，你看迄影片有呢。伫迄个日本天皇吼、哦，这个新的天皇上职的时阵啊，伊的首相啊，嘛是去皇宫换首相，因为首相迄个皇帝死啊，换这个新的起来嘛。啊，这个新的起来的时候，迄个首相都爱过来甲惊你咧，都爱得到他的允许，伊讲 OK。啊！你一只倒转来来管所有日本只的岛，北方四岛，没有，那个北海道啦，哈，北海道啦，本州啦，四国啦，九州，包括那个琉球。所以台湾在迄个时阵变作日本天皇以个人的财产，啊，然后日本天皇。才来授权予伊个首相来管理。问题来了，台湾，即马得到台湾，伊个首相会当管台湾无 ？No， 在迄个时阵啊，台湾唔是领土，只不过是 colony 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伫渐进化的内地可以割让。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美国跟西班牙建交，1898年；西班牙建书，1899年巴黎合约，美国得到西班牙所割给他的波多黎各、关岛、古巴、跟菲律宾，这四个所在谁来当割让？因为这四个所在拢是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割让，所以赶快的进行。在1898年，1895年4月17日的要签约的以前，本来是中国啊，大清帝国的皇帝啊，将辽东半岛啊割给日本。辽东半岛不是殖民地啊，
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万国公法里面不可以割让。所以日本、意大利、德国出兵，不是日本啊，美国、那个德国跟意大利出兵说，哎，等一下，辽东半岛不能割啊，这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万国公法说得很清楚。日本看到有影就对，安尼安怎？伊甲中国讲安尼啦，你阁给我3000万两的银两啊！啊，我这辽东半岛行李啦，行李啦！啊，所以伊才行哦，伫清朝。但是要行的以前啊，日本少想讲这个台湾呐。啊，所以呢，伊讲安尼啦，啊无台湾迄块土地给我啦，真夭寿是大清帝国啦。你甲看大清帝国迄当阵的。大清帝国的这个台湾，这个台湾不是伊的呢。你看看大清帝国伊的相片，你看看，你看嘛，台湾的正面啊呐，白呢。这个有看到这个，敢那一只蚕的。这个台湾啊，分作六个屯垦区啦。这六个屯垦区，迄当阵中国有汉人啊，有啦，有伫这个六个屯垦区顶管啦。但是正面迄个原住民的土地啊，不是中国的啦。伊共挂予人啊，啊，所以挂予人以后啊，1895年，日本登陆台湾以后，他就叫大铁棒啊。安怎讲？嘿，原住民无要服从啊！原住民讲奇怪呢，啊，去阮兜的迄个森林啊，我打猎的地方有啊，啊，你乃无代无志，你的异族进入啊，怎叫我袂当拍拉，袂当创啥？开始反攻啊！塞德克。巴莱，你有去看无？你有去看？有无？拢无吼？有无？有诶，听人家唱。啊呵，哦，足好看，你无要看？啊，无好看，拼命看。迄出爱去看啦。迄真正翕吼，翕了真好。但是迄出吼，伊翕，我感觉伊诶故事吼，含我写诶一篇文章啊，以前就写，毋是即摆写，叫做《福尔》被忘记的福尔摩沙，内底剧情啊。差不多同款嘞，我伫怀疑讲迄抖音抄我的。我甲你变啊，无你看，真正伊剧情哦，甲我所写差不多呢。因为原住民讲，啊，这土地都毋是你啊，做日本的，啊，你竟然你只袂去甲管，啊，佫袂当拍啦，袂当创啥呢吼？啊，当然迄是文化不同啊。啊，人日本人吼，咱听人讲哦，伊有照规矩。1895年入来，1905年哦，伊讲变哩袂使。要是我派的那个警察，大家在烦恼讲吼，那个原住民会解害的。我有一篇看到那个日本人吼，最近写一篇，不是最近啦，以前写一篇回忆录啦。那日本的警察吼，伊叫派去伫那个原住民的所在吼，也去做警察。暗时吼，起来去变数，伊那以前吼也无变数嘛，啊就出来吼，啊就穿那种森林嘛吼。啊，就向树啊，吼，啊，就方便。啊，伊个描写讲，伊出来拢拖哩惊啦，惊讲吼，这阿妈棍哦，会凉凉的啦，凉凉的意思啦。迄原住民迄刀哦，劈一个，你敢看？所以我若甲你讲，塞德克巴啦，你若无看，我甲你形容，你不一定听有咧。迄吼，迄原住民足厉害啦，吓一个安尼，拢头拢落电来咧，伫个迄片内底吼，拢有啦，懂诶？迄不离残忍，但不离残忍，迄袂当怪人残忍啊！安怎讲？啊，阮兜的土地，你来，甲我占，搁甲规定，迄规定，规定东，规定西，我当然甲你反抗啊！啊，所以啊，迄、那个塞德克巴莱吼，大概就是 NJ 啦。所以1905年开始吼，日本政府讲安尼袂使咧，我吼，因为伊人就开始要整顿啊。伊要开始整顿的时阵伊开一个国际台湾地位的迄个会议啦。美国带伫迄当阵的迄个厦门的迄个亚洲领事啊，叫李先德。美国甲李先，这个日本政府甲李先德邀请来台湾，含伊做伊开会啦。讲阮到底是毋是会当台籍的原住民？因为伊讲这个土地毋是阮日本人的啦。啊！开会结果呐，因为美国以前甲印第安人有一个斗争的迄个故事伫内底嘛。啊，所以李先德伊讲，啊，若照国际法吼，因迄是一个部落，毋是国家。
所以征要去把他们征服，你可以去征服他，也征服康快哦，这英语嘛是同款的，中午天康快征服，其实这个所谓的征服是什么意思？台啊，给你战败了。日本这个国际来的没有 win lose 的赢，他输无这句话，没有这个字，干到慷慨征服 ，big A 你也想给他征服。所以1905年开始，日本啊派部队、派警察为家人开始啪啪啪上界南部了。安尼1915年十年，用十年的时间，日本所动用的部队、警察啊。的力量啊，比以这个甲午战争所打倒中国的迄个部队啊，用的力量啊，加三倍，可见啊，这原住民足够贱，足惊原住民啊！原住民，你来去看迄个赛德克巴莱哦，啊，你来去看啦，然后要去演去看，伊个形容讲因吼，伊讲囡仔吼。伊个日本人甲日本人咧报告讲哦，奇怪呢，我今日伫这个部队看到迄个囡仔，明仔载讲伫这个所在啊，看到迄个囡仔，伊是用飞哦。日本部队有惊咧，因为吼、哦，山地人哦，因对迄个行山路啊，甲咱比走平地吼、哦，较简单啊，所以这边，咱二十要去日本的靖国神社要去参拜。因为靖国神社有245,000的日本人啊，英灵啊，放伫遐，其中有39,100是咱台湾人。按当然，这个台湾人是包括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叫做高沙族啦。啊，高沙族，你会记这个旧年啊，迄有一个叫做中国人叫做什么美高金素美，其实伊毋是原住民的。当时伊伫唱歌的时阵，伊敢要承认讲伊是原住民？你若讲原住民，我不是啊！即摆当做礼拜五晚啦，讲伊是原住民啦、啊，去日本给人闹。所以日本哦，对这个高沙族、对原住民哦，非常讨厌。这边咱民政府内底有十二个人，原住民为14个族内底建出来。十步的，要去靖国神社，要去跳勇士舞。喂，迄若跳了较低吼，那全日本若无震动，我谁在哩？当然啦吼，20天7:30的飞机吼，差不多6:30吼，咱迄、那个咱民政府这，迄种真正原住民哦，毋是假哦，这边拢跳较紧吼，骨碌。够大汉，够缘投。阿爷吼，伊讲吼，阮是袂当褪目体吼，啊那无吼，阮咧肌肉真好呢。有影，你甲看迄个电影，我讲电影，你阁无看？你若看遐原住民，咱建出来即几个，真正足缘投的，啊，体格足好个，拢标下落，我算 A 啦，拢足落。啊，即摆去日本吼，伊讲高沙族。伊要讲，伊要去日本，要共讲即个高沙族精神呐、啊。各位，迄、那个舞跳咧个怎样？日本人一定对台湾哦改观呐、啊。伊要甲日本人讲，我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啦、啊。伊安尼弄点点咧，拍手啦，对不对？所以吼、哦，遐个原住民啊去日本跳即个舞吼、哦，我甲你讲啦。若无足轰动，我随在你啦。若无300只，全世界媒体拢贴报道，我随在你啦。所以 TVBS 这个小东西，9号我甲你电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啦。啊，伊个唔敢讲台湾民政府呢，伊甲你讲台湾民呢，政府两字甲你提掉呢，你唔要注意看无？迄政府两字甲提掉呢，伊讲台湾民啦，啊报道只台湾民政府，而且足无当诶。啊、好大你说啊报两次后面当然没去为什么各位错我很爱他们多报几次只有他一个台报两次、其他的台都没有媒体也没有平面媒体也没有
其实《苹果日报》啊，这前超两个月嘛有来访问嘛，翕相翕几波呢？我着你甲笑，我甲你讲啦，免翕啦，恁的主管绝对袂予你盯啦。果然无盯啦，安怎讲？那伫个顶出中华民国就翘起啊啦，就灭亡去啊，啊歹受啦。安怎讲？台湾民政府，你今日来你上课，你妈知啥物叫台湾民政府？啊，我若要讲台湾共和国，啊是讲台湾临时政府，啊台湾国可不可以？会使无？为什么？一定爱用台湾民政府？为什么？为什么？这个 TVBS 这个报道哈，隔天刚拢提掉，家己提掉的啦，怎么拢提掉啦？为什么要提掉？伊唔来你惊啥呢？各位，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报纸，拢无爱甲你讲，佮讲嘛，诈骗集团骗一千块，加饭桶。啊！以我说，我也要这样搞读册啊！我若要骗，爱骗那几亿的，骗一千块，新闻前申请才一千块尔嘛，对不对？啊，讲啊做护照，台湾民政府当时申请护照，什么时候？那是台湾 section 有台湾割让区，迄当阵是2006年，我去高雄选高雄市市长，无人知呢。哦，你知。那是不简单。选高雄市长，全台湾无人知呢，含高雄市的人无人知。我选市长啊，啊你看，那个媒体偌厉害就好啦。我选市长，竟然我都当讲，予台湾人唔知讲，哎、欸，你有选市长？讲讲，哎、欸，你有敢选市长？我去选市长啦。啊，我去选市长是我哪去选市长？因为伫2006年迄当阵，拄啊开始伫这个论述开始伫发展的时阵呐。我讲啊，这论述对，爱去告美国。啊，我一个人去告美国无难呢。啊，伊讲美国一定甲你讲，啊，你全台湾，敢若你一个林志升 Roger Lin 伫告我美国，啊，敢若全台湾2000万人，敢若你一个，你有注意？我毋是讲2300万，我讲2000万人，为什么？我讲唔对诶，我讲唔对无？为什么？迄300万是啥？中国人啦，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啦，所以遐人无尊崇啦。这2000万人，敢若你一个人伫讲，所以我爱去你用啥物机会选市长啊？我无要选议员，要选市长。有人讲，哦，啊你这有能力，你若我要选议员，啊你一定会调。我就要选市长，我知影袂调，我要选，因为选市长啊，我会当伫迄个辩论呐，我会当讲。当然啦，伊媒体不爱给我出来。虽然不爱发出来不要紧，我利用啊，我嘛接触员哦。我伫高雄市选市长，啊，伫屏东县伫用电台，啊，所以我结果我的选举的时阵啊，所有支持我的人，你知影我选市长的时候，我若去游行，两家游行哦，迄人是安人山人海呢，大家家己骑奥多麦，家己骑这个赛车吼，安尼对几啊公里呢？我相信你人，迄当阵还阁伫遐，你呾。迄当阵我有一个水壶啊，警察的警员啊，对伫我的身躯边啊，为着我去甲因所有的同事打赌咧。哦，迄个张明惊，伊稳掉的啦，讲我稳掉的，收输5000块咧。我讲啊，你300，你莫甲我讲，因为我伫高雄市无票，但是我伫屏东有票啊。伊我支持者拢无票啊，因为我并毋是高雄做公道啊。啊！但是呢，我去选228，含我斗阵去告美国，所以2006年10月24日告美国。告美国的结果安那？即嘛媒体知影伊啊，媒体甲你讲哦，讲失败啦，讲被即、這个法院哦驳回啦。哦，别讲啊，有影。美国。高等法院判决4点，上个重要。第一点，伊讲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点，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联合。第四点，美国的行政系统爱来帮忙这个原告。
最高法院甲我顶来，唔是 reject， 这是叫做驳回。顶来的意思是讲待审，等待审理。因为美国最高法院一年为高等法院经150件的案件抽签啊，经150件啊，咱无经着。因为一年差不多1000件，甲最高法院，互伊经无着。所以最近美国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你要求法院讲林志兴迄个案啊，要重新来审理啦，最高法院啦、啊，有滴要求啦。但是美国安那，因为伊模糊政策，到今日为止，要搁起滴模糊政策。所以因为爱没模糊政策，咱就搁甲告两个。最近要提出来，一个就是要甲告停止选举，选举无效。你讲啊，1月10日要登票啊，安尼敢会赴？各位，虽然1月10日登票，5月20日，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才有上职，所以要甲动，还阁会赴啦。因为这边咱要甲告，就主要要甲奥巴马讲。5月20日，伊要上职的以前，奥巴马你袂当予伊贺电。你无赞成吗？袂当予伊贺电啦。这个贺电就是讲，我美国已经搁再一摆同意你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啦，所以你袂当予贺电。你若予伊贺电，我袂搁甲你告。原因呢？第二个，告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国防部，你爱比照琉球，你爱发护照予咱。所以，若要发护照，毋是台湾民政府发护照，是美国军事政府发护照，甲啥物情形共款？甲琉球共款呐。琉球当时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发琉球临时护照予琉球人呐、啊。台湾今日共款呐。1945年4月7日以前，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的殖民地，没有错。但是1945年4月7日，严格来讲，1937年4月7日，1937年的4月7日，日本台湾在台湾实施皇民化。皇民化以后，让咱台湾人开始学日语。甲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1941年4月7日，颁布法律第34号，予咱台湾人参政权，予咱台湾人参战权，听好清楚哦，参战权。各位，问题即个参战权，有即个参战权，就是你台湾人即块土地，即个台湾即块土地顶原的人。会当开始代表日本政府，就是变作日本的公民啦、啊。因此呢，台湾人为1945年4月7日，包括这块土地，变成在万国公法内底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台湾会当派3个参议员、5个众议员去日本参加伊的国会。即摆12月21日。去靖国神社参拜，12月23日去日本的皇宫。各位听好清楚哦，日本天皇伫明仔载，咱迄本读拄啊，迄本已经分好，迄本要送去予日本天皇，要摕去日本皇宫予日本天皇。即、這个物件若摕予日本天皇，23日本天皇若出来对咱百几个。免讲话，因为日本的宪法即马家规定讲，伊袂当讲 yes or no， 但是无规定讲伊袂当点头，也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挥手。日本天皇啊出来挥挥手，我同意台湾自治。哦，你即马才想到呢哦，各位，唔是建国啊，听好清楚啊，台湾自治的甲啥物法共款？甲英国同款，大英帝国的联邦啊，邦联有啊，台湾的情形甲迄同款啦。
因为咱有天皇啦，所以这本明仔载会摕去给天皇看。啊，我甲你讲，天皇若看到这個，伊就知影意思啊。好不容易，我等六十几年，你台湾人今日才精神，这就要拍破啊！你精神啊，咱精神啊啦！各位，日本天皇若挥挥手啊，啊，过来日本政府就爱在死啊！我要宣布，为后期日本国会开会，台湾民政府派三名的参议员、五名的众议员，你讲好冇？所以恁来开始等于吼爱读日文啦、啊，啊你也无读日文哦，你做参议员坐伫遐听，啊听下雷，袂使哩，爱去读日文。日本和咱台湾的关系是这呢，所以你后摆唔通阁讲台湾是日本的 ，no， 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后摆台湾人有可能阁日本的首相呢，有可能去做日本的首相呢。台湾啊，去做日本的首相哦，我要甲日本推荐哦，咱的总理啊，咱的总理去做日本的首相，你讲好不好？我唔是开玩笑呢，我讲实在呢，完全照法理来，是安怎到今日为止，中华民国唔敢对咱顶人，是安怎 TVBS 报一个两届都点去？今日是因为咱有告美国迄个案件伫遐呢。因为希拉里出来讲话，十月三十讲的，伊安怎讲？南海地区这所有问题要用国际法来解决啦。中国出来呛声，中国讲哦，你国际法无遵守啦，国家是恁三四个较强的国家所定的法律啦。希拉里马上国家呛声，伊讲哦，你中国若有迄天若有实力吼，你才出来讲话啦。点去？今日咱的后壁是美国，是日本。先来讲日本，伊讲爱奇怪呢。啊，我都唔知影讲日本已经参加伫内底。日本哪有参加伫内底？我甲你讲，十一月三十，十一月二七，美国国防部给咱一个文，唔是文啦，用电话啦，正式甲咱邀请。您去参加十一月三十美日军事同盟下卡所设的美日海军友好协会，你派六个代表来，刷入去，无到二十四小时，日本的国防部嘛甲咱邀请呢，我惊一跳呢。中华民国拼六十五年，民进党拼嘛是。五十档，台独联盟拼三四十档，将来唔捌有即款的军事联盟的组织来邀请，对啊，咱的民政府竟然予美国甲日本来邀请，各位，因为咱行了路是正确的啦，你听有无？所以第二七，咱就派人去日本，事前开两点钟久的会，然后第。十一月三十，伫横须贺美国的海军基地的四楼开会 party， 各位，这不是假的呢？迄种迄个人，什么人？你知无？第七舰队的司令呢？今日我阁有公布，我有公布这个华盛顿号的司令，阁有公布日本的。美国的海军的副司令，今日阁有公布舰队的司令，今日才公布的，后壁还阁有足侪物件要公布呢。因为咱一个公布哦，哇，夭壽无人相信呢，哪有可能迄假的啦？讲哦，因戴迄个帽啊吼，戴迄个帽啊吼，迄个第七舰队，华盛顿航空母舰，迄顶帽啊，你有看 ？CVN-73 哦，这是。华盛顿航空母舰的编号啦，伊讲这假的，啊，你民进党家己收的啦，家己收的啦，哦，啊，这边这个吼，这个纪念的这个物件哦，啊，这家己刻的啦，各位，
顶级我有提互各位家己看，千真万确，大家想过头惊吓，竟然讲啊这是假的。你看台湾人偌尔戆就好啦，唔相信讲咱台湾民政府已经向台湾人要自治这条路啊，已经行到差不多得要完成啊，搁免偌久啦？是安怎？这么寒，咱都爱来这受训，你袂感觉足郁卒的吗？你会郁卒无？我会郁卒呢。咱这哪会郁卒呢？阮副主席，咱的总理，咱的参院的院长，咱的迄个研习营的教务长，咱这所有的工作同志拢义工，阮来参加甲各位同款呢。恁交五千，阮交三千呢。阮是交一摆呢。我每一期都要交三千呢，要找上套，无呢？所以啊，各位啊，但是恁来配合啥？恁来配合啥？咱有恁来定来去看咱的网站，对吧？啊，咱若有要求讲，各位你来参加的时阵，你也来参加。咱的身份证，我跟你头讲，落来啊，一千分。在座可能拢无人是听，我知影，你排第二梯次啦。啊，这个身份证内边啊发，你看看咱的身份证顶端有 IC 版呢，啊，内底阁有唱两个 IC 呢。美国国务院甲流亡中华民国政府讲，你若要免签呐，你若讲要免签呐，你都爱用 IC 的迄个身份证有无？美国老早甲咱讲，咱老早做啊啦。咱这个 IC 的身份证哦，12月31日的上午10点要发给咱的人，咱的学员迄一天拢爱倒转来，爱来参加咱的1500的人的忘年会。歹势吼，迄日来交钱，食饭嘛，但是交1000块，但是你有资格带一个甲两个上好的朋友免交钱，安尼有理无？可以嗎？可以齁，齁，是到什麼人缺席我跟你記，我跟你說，你不要跟他親親切切答應。不過說實在，那時候齁，1000个身份證發下去，這個身份證美國跟我說是說什麼？這個身份證啊，我們要讓你們跟波多黎各一樣，持著那個身份證直接進去美國。这份不是正版的，这份是 sample 的。这个相片的边啊是有黑色的框框，有无？这个框框这是要给咱看的。即马来正式的，这张爱交倒转去，迄张等下我为遮给恁传，给恁去看。恁着唔能干呐看头前，爱看头前后壁啦。这个红色的身份证的字号啊，迄唔是中华民国创，迄是美国当时甲中华民国指定讲爱创什么话，安怎用的啦？一斤钱好嘛？伫对后壁，即甲你讲秘密啊！本来是即不爱讲啊。伫后壁啊，你等下看你就知影。美国和台湾有即个号码伫咧啦。所以你若要入去美国，伊用即个一刷，唔免护照。你台湾人无国籍，要有啥物护照？一刷，你几个人入去伫美国，几个人出来美国，清清楚楚。啊，遐中国啊，要安怎？应该来当清，伊嘛当清哦。但是他不是公民啊，他叫做什么？居民啊，他拿咱台湾给他的绿卡啦。过去，因为他是占领军，中华民国是占领者，咱是被占领者，咱只要给他糟蹋，美国看，应该啊。啊，所以咱台湾人自己计较讲白色恐怖哦。我跟你讲，什么叫做白色恐怖？美国最近。开始你跟我讲，Roger， 你开始要改变台湾人的思想呢？你中华民国，台湾在台湾的内底，敢有白色恐怖？什么叫做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是讲主权独立的国家，执政者为了让人民不要跟他的执政的理想思想不一样，实行政策，给你打压。把你关，把你枪毙，那叫做白色恐怖啦。
你就会晓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伫台湾只不过是占领尔，毋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安尼哪有白色恐怖？你若承认讲有白色恐怖，定义就是承认讲台湾即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我恍然大悟嘞，我阿伯是啥？这是军事政府的统治嘛？中国在台湾实施军事政府的统治，军方的命令而已，娘娘啦！恍然大悟，那有什么白色恐怖？那是军事命令的执行，娘娘嘛！啊，各位，叫法律来。啊，美国先来要跟咱讲这個。我感觉伊有气度啦，伊个啥物气度？因为美国入来，美国若入来，伊惊台湾人讲哦，白色恐怖你爱赔钱哦，二二八你爱赔钱哦。到今日为止，啥物人有去看到二二八真正的档案？无啊，机密档案拢有啊。当时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向美国报是讲，在被占领区的台湾人不服统治，在造反。你请愿，被占领区的老百姓不能请愿。战争法里面，你有惊到吗？你怎会惊到？各位，虽然啊，对二二八遐牺牲者，足足唔甘啊，但是若要照国际法来讲，白色恐怖，恐怖啊！白色的二二八的屠杀，在美国是安那拢不爱讲，伊的法律伫遮呢。当然啦、啊、吼，那准是甲你猜唔对的。我是认为讲，美军若入来以后，咱会当要求美国对遐受害者，那有唔对的，你提出来讲。因为你若讲直接要叫美国甲你赔偿，美国讲啊法律伫遮，你家己去看。恁就会晓讲中华民国毋是主权的国家，啊毋是主权的国家，哪有白色恐怖？这是军事政府、军事政府管辖下的命令的执行而已。所以啊，咱的观念要改变了。所以我今日要甲恁讲。台湾民政府的网站你要去看，我前两天三天都弄一篇新的文章。我最近是怎会较少？因为我伫甲美国，搁再一摆要过美国，甲美国伫讨论伫写诉状。啊，这个诉状啊，你唔能看就简单嘞。咱是讲吼，非常困难嘞。安那讲，过一个美国要开偌济？上少上少开$30,000。头一遍开50,000啊！我哪有钱？我2002年6月29日偷渡金门回来台湾，我无去吃头路啊！我哪有钱？今日就是咱这同志，咱这干部啊，伫美国这台湾人，因为咱无甲各位募款，我从来没有募款。每一摆那开始咧告，公布律师的账号。和大家人主动汇款入去，安尼头一个官司才我都完成。即摆那开始告，开始甲起诉的时阵啊，咱嘛赶快甲公布网迄个律师的账号，全美国和大家人来投入，来共同来支持这个官司，和这个官司会当来合法。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个选举给停止，来宣布迄无效，你中华民国爱离开。你甲看，蔡英文伊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马英九伫伊辩论的时阵出来讲一句话，你有听？看有翻译无？伊安怎讲？蔡英文，你要回答，你是不是在选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蔡英文唔敢讲啊，为着要做总统，唔敢讲啊。蔡英文甲咱讲啊呐，我若做总统，我才来改革。各位，恁相信无？
我头头讲一个，互各位听过啊。流氓政府未上就地合法，我有甲你讲有无？蔡英文唔是先，陈水扁甲你讲过啊。陈水扁讲，李登辉做十三年的总统，伊都无法度啊。我做八年，我当然嘛无法度，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迄日讲啥？流氓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啦。李登辉当年宣布要废省，伊那要废省，伊有阴谋呢。李登辉阴谋伫对，我要废省，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美国马上伫 AIT 马上出面，甲李登辉讲 ：No， 你不能废省，因为这个新政府是啥物物件？就是台湾民政府啦，台湾平民政府，战争法所委托。当地老百姓爱成立的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啦，你代理老百姓爱家己成立呢，要自己成立呢。你若不要成立，一百年以后，若要成立的时阵，嘛是同款啦。关岛就好了，关岛所在真水，关岛的人伫西班牙将这个关岛挂予美国以后50年啦，因为关岛真好趁食，因遐原住民啊。六通，反正都美国会提钱来给伊咧。啊，伊遐鱼嘛不爱抓呢，迄近海都有鱼就不爱抓呢。啊，伊有钱啊，美国用伊的基地啊。啊，所以关岛一直到50年以后啊，美国政府才家己去甲组织关岛的人讲，你要成立关岛民政府啦。50年啦，台湾人国家讲。60年以后，咱才成立台湾民政府啦。咱伫2008年2月2号正式成立啦。你甲算，1952年，咱甲2008年2月1号才向我正式成立台湾民政府啦。美国敢若笑死。咱台湾无读国际法，互中华民国骗去，比关岛较慢。关岛50年最后呀，台湾比佫较慢。啊，所以台湾民政府成立，美国到今日为止，伊无讲咱唔对呢。咱伫美国登报纸，伫美国2005年7月20号，伫《华盛顿邮报》。登起全版的广告，迄、那个全版广告开300万呢，台票呢，我嘛无钱啊，啊嘛是请大家人哦汇款。各位，我阁讲一个笑话互你听吼、哦，这个300万的这个啊，做差不多10万块的这个美金呐、啊，我感觉这上帝吼、哦、有滴甲咱斗相共呢，300万吼、哦。咱扣到上尾啊，差50万啦。啊，50万，因为咱无共无款嘛，拢是叫人直接汇入来。啊，差50万，拄啊好迄、那个，迄、那个公司吼、喔，迄、那个代理迄、那个《华盛顿邮报》的公司吼、喔，有一天我讲打电话甲我讲，林先，50万有啊，好、喔、嘿，有影。啊，啥物人汇？啊，就讲有甲我讲一个名。一个姓啊，什么叫做简先生呢、啊？哈，有啦，明天我就通知他，报纸就可以登了。哇，足欢喜的。哦，啊，我想哎，简先生，哎，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啥物做些简生呢？简先生呢，啊，那50万啊，一下就牵出来。啊，就牵出来以后，啊，表啊，砰，顶落吼，过头10天呢，迄代理商打电话嘛。林先生，那个50万不是你的嘞？啊，不是我的啊，谁的？啊，新闻局要付给他们吼、哦，要去订迄个新闻局的迄个广告嘞。我你阿公是简先生，啊，讲这数字都甲你所需要拢一模一样，我就是讲伊是伊的。上帝帮忙台湾呢，新闻局出50万呢，啊，这拍手啊！啊，落尾要安怎？记个病，
我无叫你管啊。记下边，中华民国帮忙50，足爽诶！顶个报纸了，因拢满面全豆花。我一笔笔唔爱敢讲呢。啊，有趣味无？啊，你讲这上帝甲你人斗三工有无？足侪代志。咱拄啊，咱22届吼，这22届，差不多即要一年啊啦。一年有几个礼拜？哈，52个礼拜对吧？咱两礼拜一届，拢总爱26届嘛，对不对？即摆20个，算咱即要一年啊呢。咱即个一年内底，每两礼拜一期，每两礼拜一期，拢无停呢。奇怪，拢无拄着台风呢。你有感觉无？这是不是上帝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吼，有在冥冥中有足侪代志，足侪巧合啊！我无甲你骗啊。22届，这个原住民5届，6届，这个也做大学生3届，拢无着嘞，好奇怪嘞！所以吼，我讲台湾一定主题会成功呢。所以啊，当然啦，你读册人袂当迷信啦吼，莫多讲遐迷信的话啦吼。但是呢，我是咧甲你甲各位讲吼，有真侪足侪代志吼，包括旧年过年吼，你知影过年咯，台湾人足安呐。去庙的去烧香拜拜嘛有啊，台湾3个所在的这个烧香，咱民政府的3个所在啊，拢是签王，有趣味无？假奇怪，3个所在拢签王，啊有影呢？为2005年过美国到今日为止，我林志升还好好呢，无被抓去呢。TPS 报黑，哦，即马大家开喊，哦，迄林志颖叫抓去啊嘞！那当时我的电话是拢公开啊，随时当卡号啊。我拢讲，啊，我去用抓去，啊，我那个甲你用电话，我伫家啦，甲你用电话，你甲你通吗？各位，管得到，法律啦。今日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冒出一张公文呢，伊讲。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那个公文我明天再分给你。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呢，还说你怎么没登记？我说等你等一下，是你中华民要让我登记，还是我给你登记？不要搞错呢，我们是正统啦，啊他是什么？他非法组织啦，啊打破了啦，对不对？我讲有理吧？咱是正式的组织，我们不是非法组织啦。所以你伫遮坐较足安心的啦。头前几期啊，有人讲我，我要来遮吼，内心交战。阮太太吼，反对到要害呢。讲你会死，你会去掠去？真奇怪呢。啊，讲会去用掠去吼，啊，电视伫转播吼，佮逐期拢爱看呢。啊、所以我要跟电视，咱现在是这个电脑头前这些观众朋友要跟他讲，你没要来，我没跟你勉强，你要来，我也没跟你鼓励，但是我要跟你讲一句话，你今天来这受训，主要咱要创啥，咱就是要讲，要替咱台湾民政府培养人才，美国跟咱要求，当你若受训的人数有4000名的时阵。4000名，因为一个政权要交接给另外一个政权，差不多的人员啊，要4000名。伊美国愿意将管理权交给咱，啊，是讲咱的这个身份证发650分的时阵，台湾的管辖权要交给咱台湾民政府。公开安尼讲呢，马英九难道唔知啊吗？我跟你保证，伊绝对知。马英九，因这高层的绝对知，清清楚楚。
国民党关中第一内部会议有讲，会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是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娘娘啦。咱是用法律，所以有人你讲吼，啊你来买个武装革命，台湾人无人要死啦。你唔通讲台湾人吼，吼讲来嘴拿破了了，哦都要安怎，就抓别人去死啦。其实台湾人吼，头脑拢想好，因此呢，免我讲免，你到恁家坐就好。你来受训也无代志啊！啊，你受训，伫民政府来受训，你是来遮，你是困两暗呢，啊，十十顿呢，安尼敢免五千块？你唔相信？你去你外口民宿去看卖啊，看困起卖偌济钱？我一讲啦吼，我甲总理啦吼，阮去恒春呐，要求迄一暗讲困偌济呢？14000块打折7000块呢？7000块呢？阮三个人困一间啊，安尼较俗啊。喂，啊你一只两暗，啊食十顿，5000块足俗的啦，对不对啊？啊你拍手啦，啊你表示讲对啦，对不对？你民宿都在遐食，啊你只啊所以你一只少，你会记得哈？卖阁讲我诈骗集团，我甲你讲，你是问想免钱啊？我拢做白工呢，有啦，我有增添费啦，但阮增添嘛都拢捐出去。有啊，有一点中点会啦，中点会拢捐出去啦。啊，若外口请这老师会给他，因为你人为高雄、为台南坐车来遮坐高铁来，啊，你免花一寡钱。咱阮几个较戆民，看着较戆嘛吼，较戆民出钱运动的啦。啊，人外口的老师来，你叫伊讲坐高铁开家己的无利啦，对不对？所以咱来给他出一个重点会。啊，所以呢。你也知影讲，今日台湾的民政府是真真正正是要和台湾徛做伙。其实，咱若甲民政府甲所有台湾人讲，后代民政府的官员听好清楚吼，即个过来要讲，这是要紧哦。有一天，你若授，咱若授权予你来做行政官、政务官，你若贪污，哎呀呐，啊呐。吸引，没有第二句话。你有同意无？拍手叫我尊称。每一摆我拢爱问一句话啦。啊，但是咱台湾民众若执政，我甲你保证，无监狱。哦，他欢喜干呢？哦，没有监狱呢吼。但是安那鞭刑，哎，你唔通小看鞭刑哦。一摆拍鞭刑哦，袂当超过五个。超过五个你会死，所以若要甲你拍变变形吼，一定迄个医生爱徛你边啊看。五个，你甲看卖啊，迄变形吼，迄若拨落去吼，那本来屁股是两片嘛吼，拨一个吼变成四片，两个六片。啊，我甲你讲，你若拨了吼，你爱转去吼，爱拍去睏，拍偌久？拍一个一个月。啊，一个月了，再来再拍，因为安那，你若拍十个吼，爱分做两届。啊，我跟你讲啊，新加坡碰鞭刑，迄、那个阿拉伯碰鞭刑哦，犯罪率啊有够低啦。啊，那依咱台湾这尼啊惊拍吼，犯罪率会变到零啦。后摆吼，遐监狱吼，拢变做饭店，你讲好冇？绝对好嘛。政府那就开支去起害犯罪，不必啦，对不对？你敢强奸？你搁强奸我看卖啊？拍敢，互你叫唔敢？甲你拍拍，你若搁敢强奸我，我爱相信啦。我甲你保证讲，拍一摆吼，后摆拢嘛讲啊，我后摆拢唔敢，因为记录就是安尼，新加坡就拢安尼啊，遐有变形的国家拢安尼呢。啊，美国抗议啊！哎，怎么可以打我这个美国的公民啊？鞭刑啊！奥巴马出来讲的哇，拍死新加坡照拍，咱台湾照拍。你美国若要讲的，我台湾这块土地的基地，我会做给你。伊就惊啦。各位，咱爱利用咱，咱爱开发咱的
民政府内底农业，我讲工业吼，迄个污染的吼，拜托去外口啦。后摆咱的发展啊，咱的这个农产品吼，精致农业，让咱的农产品变啊真好。全世界上好的芭乐伫台湾，全世界上好的葡萄伫台湾。啊，你即摆现主持你卖这物件吼，歹势，我一串葡萄要甲你换一只电脑。啊，若无我不爱卖你啊。会使哩无？绝对会使哩！我甲你讲 ，WTO 甲 TPP， 你知影是安怎爱参加？咱不一定爱参加嘛。TPP 若参加落去，落到底 ，ECOWAS 若创落去到底，咱的农作物拢翘伊啦，农产品拢翘伊啦，是安怎？因为中国人很凶嘛，啊，因遐物还袂食哩，袂食哩啦，咱台湾好好发展。咱的总理吼，我有甲伊讨论啦，所以咱今日呢，即期吼，有一个有机农品哦，要甲国语来上课。后摆来发展这个有机农产品，台湾的葡萄直接遮大粒，遮大粒呢，毋是假的呢。你一摆食一粒就饱呢。后摆咱的葡萄啊，一串啊，卖一架飞机，我甲你讲。啊，无卖，无卖啊！飞机足侪人去做个啊，葡萄你无得好摕啊，对不对？袂晓用头脑，即种只都要头脑啦，你讲对不对？所以咱的总理啊，支持伊来做总理，而且去做不能总理啦，拍手！咱的议长啊，嘛非常优秀呢。咱的议长去日本参议做议长，后摆什么？大日本帝国，咱就是大日本帝国啦。你唔通受着国民党迄款的教育，甲你教歹。哦，日本帝国什么军国主义，歹势啦。咱的历史拢爱重写啦。日本无战犯，我嘛爱公开讲，哪有战犯？日本当时是因为石油，所以迄个物件、迄个物质，去予美国人甲伊订咧，啊，军甲伊。定咧，啊！伊无法度穿过啊！迄当阵的日本的武器，到今日为止，日本的武器是全世界一流的。我哪会知？因为美国甲我讲的。六方会议以后，去年伫韩城，伫迄个韩国伫谈判的时阵呢，美国的代表甲中国的代表讲，伊讲你中国的武功唔是世界第一啦。我美国嘛不是第一啦，用什么人第一？外星人吗？用 no， 日本。现在日本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即马几年啊？六十几档啊！中国含一只航空母舰都生未出来啊！伊即马讲，甲咱报纸写讲有航空母舰有啊？各位，迄只航空母舰是$2,000,000。买来废铁啦！迄只航空母舰，我甲各位讲过，干2018年，伊内当开始造吼，算伊个放炮啊啦！安怎讲？迄只航空母舰，美国甲我讲啊，真清楚啦。我毋是今日才讲个啊，最近你嘛看到报纸啊，苏联迄个拦截迄个飞机要降落，要甲迄个将迄个甲挡嘞，迄个缆绳啊，伊无法度做啦。苏联讲我歪卖你，因为我米格33，你敢学别 copy， 跟着歼15，我歪卖你。伊若无迄个物件吼，我甲你保证，后摆迄只航空母舰啊，顶悬拢袂当停半只飞机啦。啊，若袂当停半只飞机，请问要创啥？对，海上旅馆啦，我甲伊建议海上旅馆啦。啊，民宿嘛会使。哎、欸，讲实在呢，一架航空母舰偌大趣味呢？伫1898年的时阵啊，因为苏联解体嘛，乌克兰本来要将迄架要做装潢为航空母舰，迄、那个创好、壳创好、营运倒好，哎、啊，苏联解体，苏联讲，哎、欸，钱我不拿出来了。他、啊、没有钱，伊也袂安啦。
做废铁拍卖，啊，将来的引擎炸掉，所以那架航空母舰是没有动力的哦。到现在为止，那架航空母舰在大连的那个海港出来两次，第礼拜是11月8号到12号，这个月了。啊，顶个月11月8号到11月12号了。出来的时阵啊，美国的卫星有甲翕到啊，商业用的卫星都甲翕到啊。你今日为止，你敢捌听讲美国11架航空母舰，因有用互人用卫星，有中国卫星甲翕到？无吧？伊航空母舰，伊内底雷达，这美国甲讲的，伊会当位移呢，就是讲表面上。表面上我是正式，我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的雷达所显示的位置我不在这里，是在他那个位置呢，在副主席那个位呢。所以你如果这样要打，敢打也对，打不对啦。上无伊的三大缺点，第一，航空母舰的替帮中国无法度做，那个缆绳无法度做。第二，航空母舰伊的电力是上海市的电力的总。那个总量是那个电力，伊有法度无？他没有办法了。你来看，伊航空公司造出来，那种轻乌烟呢，好好笑呢。伊雷达也不行。各位，迄种叫航空母舰，日本呐、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有几架航空母舰，你知无？29艘啦，29架啦，伊即马半架都无啦。啊！操蛋，甲你骗台湾人，遐通牌媒体，哦，中国武装偌强啦，无影无一只啦，伊绝对无法度伫世界称雄称霸啦。啊，中国的媒体，包括台湾，啊，台湾人帮媒体安尼，马英九，啊，但伊边啊遐个人想要将台湾要交予中国，有可能无？无可能啦，啥那无可能？台湾民政府一只啦，我甲你讲，后壁那一片空地，31，咱来参加忘年会，了后一个月内底，迄个空地有台湾民政府停机坪，直升机啦吼，要建立底下啦，直升机要创啥？要创啥？要飞啊！你也袂啊？要飞啊！各位，民政府包括中华民国已经拢足清楚的，包括 AIT 嘛足清楚的，全世界拢清楚，干那台湾人不清楚。到今日啦，还佫带你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你看到鬼样影，我就是看拢无咧。诈骗集团骗一千块，啊！若讲真正诈骗集团，甲你骗一千块啊，你嘛爱甘愿呐？啊，无遐戆的诈骗集团呐，你讲对不对？在我那想哦，足可恶，你知道吗？不过我迄天我看到迄电视的时阵哦，我是也无看的啦。迄个咱的同事甲我讲的啦，啊，甲我讲以后吼，我嘛无法度看，因为迄当阵敢那是初十啦，啊，初九，初九迄时阵初十咱拄仔。迄天吼，伊想来要找到甲咱报，你知无？因为咱车站吼，要去日本迄个140个伫遮去集合啦。啊，想讲安尼创了个地吼，啊，咱就惊就无人会来啦。伊毋知影我是老狐狸啦。老早两个月前吼，钱拢交了啊啦。两千，我甲你讲，我今日讲袂要紧啊。本来两个月前吼，因遐中国人啦吼，因遐媒体。咱顶边有订一个12月24号要办一个足大型的活动，有无？搁交10万块的定金，有无？咱无甲拆掉，迄广告拢放在遐啦。伊叫是咱要去参加迄个。啊，咱一方面呢，开始甲这民政府咱所有人讲，日本爱去哦，一定爱去哦。哦，报名报咧，到底180个啦。落去讲唔通遮济人，笃笃笃笃。去日本爱钱呢？去日本要交偌济点呐？35000呢？
来回啊五粒星呢，啊个啊做一套西装呢，西装我看到他已经来啊，大家拢穿同款的西装。啊，去日本住五粒星吼，日本的参众议员30几位要来甲恁迎接啦，所以12月20号落飞机啊。差不多有400个人要在机场，啊，现在400个人跟像我们，我们分到两架飞机，啊，这第一架飞机跟第二架飞机相差点半真久，啊，所以呢，一次这样500-600个人要在机场留下，敢不可以？要申请，日本说要申请，申请就申请啊，啊，所以呢，明天在后天，我们现在19的时候，有的人是要住在我们家，啊，早上七那个然后4:30要才出来去机场，桃园机场啦，桃园机场吼，啊哈，对，上山，歹势，我讲唔对，上山好，刚才你甲我讲，上山机场啦，诶，上山机场的机票吼，一般来讲，你若去坐飞机啦，要加2500块呢，咱还30000+呢，啊，我看同一个时间报纸吼，迄日本6天4夜的，6天5夜吼。收65000呢？啊，咱是安尼3万5，因为民政府的人袂当趁钱啊，趁钱安怎？清杀啦，所以无人敢趁钱啊，规规矩矩，讲偌济就偌济。啊，讲来个吼，哎，新办的爱了事，你知不知？新办的讲哦，秘书长，啊，我安尼走东走西那边喏，嗯，啊，你志工啊，对不对？所以吼，即马。十九直接集合吼，我会甲大家讲，安尼啦，我叫大家甲你拍拍手啦，安尼好唔好？哎、欸，你嘛替伊拍手的。所以咱的志工吼，唔敢去人提钱啦，啊，唔敢提钱就爱家己开钱啦，足可怜。啊，西装吼5000块，安尼40000块。我来各位讲，民进党，我卖讲什么人啦？啊，恁有800的人报名要去家己开钱，真的也假？我真正计拢和你讲着啊，所以讲，我讲啊，你来民进党要去，敢有法度？哇，难怪哦，若有30报名算真好啊！各位，这就是法律正确甲无正确的差别啦。啊，所以国民党，我嘛国民党，我有朋友啊，因为啊，恁开偌济钱？我无偌济啦，开1000万啦。啊，你1000万为得来？我天拨落来，我来甲你讲钱为得来。啊，你嘛国美国，你遐济钱？有啊，开偌济？第一个官司开50万呐，啊，钱位得来，天拨落来。各位就是天啦，对不对？拍手啦。所以，因为吼，今日时间的关系吼，啊，无爱和各位讲想晚困，因为头一天来你拢真忝。啊，我的课后日1:30，啊，上到3:30，啊，我有一个代志未记。你唔通想讲你上两节课吼，啊，你就拢逐项拢捌咧。即卖吼，工商时间呐、啊，工商时间，迄电视台拢安尼讲，啊，电台拢安尼讲嘛吼。你爱买一本册，受训的人一本是500块。你唔通讲吼，上课上煞，拍拍手，笑笑的，安尼就煞去。你爱看一本，所有的问题你内底找会到。你买这本，你看看，会当给恁囝看，给恁孙仔看，甲台湾的地位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包括日本政府拢来台湾，甲咱买这本去读。日本，我甲日本讲，你日本若要行上正常的日本，你的英文翻作日本哦，你拢过去拢翻唔到遐。你爱看日本，因为。真正的台湾地位真深啦！你相信你在座各位啊，这世人本来拢唔知影讲，哈，台湾的所有权，伫日本的手，日本天皇的手头，伊美国甲你讲几下摆啊？我美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咱过美国时，美国也是这样讲啊。你没有台湾的主权，但是你有什么台湾的占领权？啊，台湾人民呢？爱啥？爱人权。所以你日本，咱今日咱台湾民政府行的路线就是讲，我们到美国，然后
亲美国引日本，看美国引日本，啊，过来去日本，看日本引美国，全世界无人比咱大，咱后壁是美国甲日本，安尼有够大无？足大个啦！各位安心啦，一本500块的。啊，恁若结束，每一期结束的时阵，美国政府要求讲送恁一面的美国国旗。蔡英文去美国，美国嘛送伊啥国旗？虽然伊不爱受训啦，但美国嘛送伊美国国旗。啊，美国是去甲要死，蔡英文无去五角大厦。把我们骗的，他去美国是美国的智库的主席，国会智库的主席，和国安局两个人和蔡英文讲话而已，两点钟久出来跟我们说他去智库。台湾人有史以来头一次去五角大厦，说白贼，我跟你说，我说这句话我负100%的责任，因为美国国安局跟我说的。伊本来伫甲美国讲的时候，伊嘛讲中华民国是日王政府哦。转来台湾10月11日，竟然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美国气一个唔好讲的，美国讲绝对袂调，绝对袂调。美国正式甲我讲绝对袂调。美国讲伊会输偌济票，我甲你讲80万左右。咱时间看嘛，看是毋是80万？你即马民进党讲几波？是安那？我咧反对民进党。各位，民进党毋是台湾人呢，你搞清楚呢。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写啥？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安尼写无啊？有无？我讲拢属实啊。啊！你选了中国国民党，甲选了中华民国民进党，请问有啥物无共款？两个拢是中国啊！啊！你戆戆的台湾，搁你当票，你是你自杀的。你延续中华民国的性命，等于是将锁啊绑在你阿妈棍顶冠，你绑死你家己的。台湾人有人知无？所以紧急的时阵，你若出去讲讲哦。唔通去选哦，你会向牵石头。所以我甲你建议，咱家己卖去等袂要紧。朋友若要听，卖去；啊，若要听，伊家己要等，开起去等袂要紧。你没有必要。但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入来伫台湾啦。台东的长滨、花莲、嘉山。南部、清泉岗、新竹的乐山、左营，搁这个也做北部。我跟你讲，其实已经入来超过2000名以上啊，所以你免烦恼啦。等美国这个部分部队好的时阵，伊会正式来宣布 ，USMG 就是 US 的美国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正式。回到台湾，所以这机啊送给你，美国的机啊送给你。美国讲你应该给挂出来，上好你是挂三机啦，是挂美国国旗、美国的军事占领旗，搁咱的民政府的旗三机。但是伊搁甲咱来拜托，你挂美国国旗的时阵，唔通用德国，因为台湾人都用德国的。但是我嘛要甲你拜托，你挂民政府的旗。唔通用德国，你唔通厚此薄彼呢？美国旗就用迄旗，迄个旗杆足水个。啊，民政府的旗啊，你就用德国，袂使哈。你爱尊重民政府哦。占领旗，倒边迄个美国的军事占领旗啊，迄支旗啊，唔是咱家己设计哦，迄是美国荷兰的。9月7日，去年的9月7日，美国邀请咱伫美国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举行成立酒会。7月7日伫华盛顿的使馆地区设一个办公室伫遐，迄个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还阁伫遐。
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要搁伫咧，我的名片顶管迄个主计就是啊。咱政府，咱的这个是安那，这个民政府要设立黄振仁地系，足贵的呢，迄一个月拢咧交钱呢。各位，你敢有出着钱？有无？欸，拜托，恁拢不爱讲啥，恁敢有出的款哦？恁敢有出？恁拢无出啦，我嘛无出，机关就送出来咧。天上掉下来，我都袂记。各位，恁家来去想。九月七日办酒会，国务院、国防部，啊，做 CIA 国家安全会议、司法部五个单位拢有派人来。迄前来派人来，迄表示我们已经承认台湾民政府了。所以十一月十六，十一月七、二六，咱正式成立台湾民政府内阁，刷入去参议会，刷去六个州。当原住民州，刷入去州的内阁，过来郡跟守，迄个西体、西体甲康体的人数，当这人数拢安排好，美国讲我们会协助你，所以咱这下性命，这尼啊寒，嘛是艰苦，嘛是爱来的。欸，阮咧困的，恁困的吼，可能有诶拢困伫篷床咧。阮这干部拢困的啥物，你敢知啊？房啊呢，房啊呢，我这世人捌困房啊呢，敢若你受阮伫困房啊。我相信你拢嘛困篷床大部分啦吼，啊少年的是拢甲我共款啦，困伫房啊顶悬，各位卧薪尝胆。所以吼，实在足拍拼啦吼。啊，阮拢无任何的要求呢，吼，阮拢毋是讲哦，那后摆那民政府。兄弟哦，我要做什么大官？拍谁哈？我跟你保证，我不会入阁啦。民政府完成那一天哦，我希望我会当摕啦。因为吼，我这几年啊吼，是做啊有够艰苦啦。他们讲吼，我免做这款的代志呢。我为2002年偷渡金门回来台湾，到今我拢无食头路呢。阮厝的公司吼、啊，有啦，每一个月我通领8万块啦，伫生活，我每一个月拢无够啦，拢插伫内底，安怎插？遐用遮物件爱钱呢？啊，遮钱毋知为对来呢？这毋是天上掉下来？遐为遮干部吼、啊，落了两尾二半，两尾破的呢？各位爱珍惜他，啊，大家斗三工，你简单嘛？你斗三工，斗啥？介绍你身身躯边啊，你认为讲这人会当做民政府的官员，一定会做真好，啊，袂贪污的，啊，一人真公正，可以来。啊，有一天吼，我相信啦吼，咱台湾会当建立一个全世界，我敢保证，全世界。上好的国家，啊，咱的后代会住在这个上好的国家内底，享受上好的政策。我 Roger 那要滴，我甲恁保证，绝对会当达成这一天。今日讲到这，要来结束，多谢各位，谢谢。